My name is Tan Kok Fang. I had just been graduated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when I was detained. And I was detained for 4.5 years under the ISA. I support the abolition of the ISA fully. 我的名字是陈兴伟，我曾经在1979年被扣留，在内安法令下呢，我被扣留了1年9个月，我支持废除内安法令。啊，我是郭树和，我曾经是进京协会的负责人，我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了5年。 My name is Chiu Keng Chuan. I was working in my own company, Wordmaker Design, as its managing director when I was arrested. I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twice for a total period of 13 months between 1987 and 1989. I support the abolition of the ISA. 我的名字是李平林，我曾经是厂商工联会的主席，在内安法令下，我被扣留了5年，我支持废除内安法令。我是李思东，木子李，思想的思，东南西北的东，我曾经在1963年。 被逮捕，在1963年10月的时候，我有参加竞选，我是布吉迪马区的议员，10月8号我被逮捕，总共关了大概，我被抓了以后放啊，我还。 他还把我抓到这个乌敏岛，所以总共算起来很有可能是18年。我支持废除内安法令。 My name is Henry Goh. At the time of my detention, I was the pit secretary of Singapore Commercial Houses and Factory Employees Union. I was detained for more than 4 years under the ISA. I support the abolition of the ISA. 我的名字是陈英，东城英文的英。我曾经被内安法令下扣留了4年9个月。我支持废除内安法令。我是林浩坤。 我曾经是一个木工来的，我在公安法令下被扣留了10年，我对这个法令很感到很不恨，因为它给我的家人的危害很大，我支持废除这个内安法令。啊，我的名字叫刘汉义，啊，我曾经。 在新加坡的时候，被拘留，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了新加坡半年，然后遣送回马来西亚，在马来西亚继续被扣留6年。我支持废除内安法令，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，我都支持废除内安法令。 My name is G. Raman. I was detained in February 1977, and I was detained for 1 year and 15 days under the ISA. I totally support the abolition of the ISA. 我的华文名字是胡丁艾，英文是欧丁艾。哦，我在1976年，哦，8月5号。 被内安法扣留，啊，当时我是在，建筑发展局里面任职，算是属于公务员。那么晚上我是在
那新加坡公益学院读书的，在念这个土地测量的，啊，OK，好，那么我在内安法扣留是扣留了4个月，OK，那么他们把我的衣服脱光光，用冷水，啊，用冷水，尤其是现在我年纪大了，哦，要年纪大，我这个骨会酸的，哦，我支持。 废除内安法令。好，谢谢。我的名字是林立国，我曾经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，我支持废除内安法令。Okay, I am Dr. Po Su Kai. I was detained on 2nd of February. 1963. I was detained for a total of 17 years under the ISA. I support the abolition of the ISA. My name is Lim An Kun. I was a student activist. I was detained for 1 week under the ISA. I support the abolition of the ISA. 我是王瑞荣，我是新加坡人民党巴德拉亚的党员。我在1976年、74年被逮捕，我扣留了5年。我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无条件的撤销内部安全法令。 让所有的目前流亡在国外的爱国者立即无条件的回到新加坡。啊，我的名字是曾广英，我曾经是职业的志工运动者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，我被扣留了2年半，我支持废除内部安全法令。 我的名字叫庄明湖，我曾经是新加坡金业职工联会的主席。我在1970年8月3号被逮捕，到1983年8月7日释放。 一共给他监禁了13年又4天，我支持废除公安法令。啊，我名字叫卓清之。啊，1967年我当时已经离开中正中学。 啊，我当时在当一个汽车教导员，那么1967年4月2日晚上，我被逮捕，被扣留至1974年的1月21号，总共啊扣留了差不多将近7年的时间，我支持废除公安法令。